做运动员要有毅力，有拼劲，了解自己的必杀技和弱点，才是赢的关键。每一球我都将自己的100分发挥出来，所以在沙排场上的每分每秒我都很享受。我很享受在阳光下打球，但是就会晒到窿晒咯。啲 friend 介绍好多唔同嘅护肤品内容，但系发现人哋啱用嘅自己未必啱。之后我发现 Ipsa， 佢运用 Ipsalisa 帮我用数据分析我皮肤嘅强弱项。原来我肌层多斑同唔够弹性，建议我用 MU Regular 嘅2号，俾翻基底层滋润之余，令我咁轻嘅皮肤有翻光泽。当然仲要用埋50度防晒啦。以前唔理啲皮肤乱搽嘢。而家做 Ipsalisa 我就清楚曬皮膚嘅狀況，揾到最適合自己嘅產品了。